此决赛得奖小朋友并做准备。第一名6年3班吴晨佑，第二名6年4班王文平，第三名6年3班胡君红，第四名6年3班舒品豪，第五名6年2班吴明翰，第六名6年4班王凯文，请预测准备。好，第五名，哇，再次热烈的掌声，恭喜我们6年级女童的歌曲决赛得奖的小朋友。发挥报告，以今年女童400公尺接力决赛的学生选手列在简历区进行检录。恭喜6年级的男童进行检录。接下来我们颁发是6年级男童100公尺决赛得奖的小朋友。第一名，6年3班吴晨佑，在预赛当中就以14秒多的成绩，拥有曾经进到预赛冠军。果不其然，在决赛当中以14秒42的成绩非常快速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王德辉王会长为我们颁奖。首先颁发是金牌的选手，6年1班6年3班吴晨佑的。加油加油！哇，加油！第二名6年4班王文平。好，再次后面等了。第三名6年3班胡君红。哇，那是非常快速。第四名6年3班舒品豪，第五名6年2班吴明翰，第六名6年4班王凯文。再次热烈的掌声来恭喜得奖的小朋友，你们都是民族之星，飞跃的你们俩非常的快速哦。今年也为我们学校争光，在我们的运动场上面呢，争取了非常多的荣耀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请一年级女童60公尺决赛得奖的小朋友到台前来领奖。一年级男女童得奖的小朋友，赶快到台前来。1年2班江静瑶，1年3班林雨杰，1年4班龚玉琴，1年3班陈炫珍，1年1班黄湘琪，1年2班林伟慈。以及男童1年1班柯承恩，1年4班吴欣彤，1年1班宁国正，1年1班吴杰恩，1年4班吴玉安，1年1班叶俊腾同学，现在我们在表现后面了，他走到表现后面了，来完成的都蹲下，完成的都蹲下啊！老师才知道你们完成了。现在在大会这边颁发的是1年级女童60公尺决赛得奖小朋友。一年级女童男童60公尺决赛得奖的小朋友，赶快到台前来！来完成的都蹲下，请一年级女童男童400公尺接力决赛赶快到检录区去进行检录。